耶和华曾经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现在也必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，因为神过往和大卫同在，他知道大卫知道今日神必与他同在，在敌人面前神仍然与他同在。结果他还只是用一粒石仔就打低了哥利亚。又讲回摩西，摩西刚才我们看到，其实最初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摩西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是一个很软弱、很没信心的人，很胆怯的人。但是后来当摩西经历了神的时候，他变为光强，他能够讲 出刚才我们看经文一番他那么雄心壮志的说话，对神那么有信心的说话，说神必保守我们，神必为我们争战，神必帮助我们。这个时候的摩西其实完完全全是一个是内心信服的人，他对神充满信心。总括我刚才所讲的，其实有两点，就是说神是有绝对拣选的权定，在神来讲他不受任何条件限制，他想怎样拣都可以，即使软弱的他能够将他变成刚强，没有能力的他能够给他能力，他能够建立他，他能够建立任何一个人。第二点想讲的就是说，虽然神有绝对的权定，他有绝对拣选的权定，但是他都被牵示我们，他告诉我们知道他是看内心的，他告诉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内心信服，神就会拣我们。神要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没什么可夸，在神面前一切都是恩典，只要我们愿意信服在面前神面前，神就拣选我们，并且是赐福给我们。来到我要讲今天拣选这个信息的第三点，就是拣选 是包含了一个 任务，是连于一个行动。为什么我讲，正如我开始讲的时候，今天是立法会选举，可能很多人都会去投票去选出你心目中的人选，你希望这个人是在立法会里面，不是一个花瓶，不是一个扯线公仔，不是一个木偶，你希望他能够代表你去做一些事，你希望他能够在当中在立法会里面是能够真的行公义好怜悯，是真的做到一些事出来，是贡献这个社会，所以你去拣选他。今天神拣选大家亦都一样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神亦都是拣选我们，作为他儿女亦都是有个任务给我们。这个任务神叫我们去顺服，神叫我们去顺服，这样去完成。顺服不是坐在这里，顺服如果没有行动就不是叫顺服。顺服就是说神给你一个任务，你愿意去完成，即使 是困难重重你都愿意去，就好像亚伯兰一样，神叫他离开哈兰去到迦南，他虽然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神叫到我就去。今天神亦都想我们一样，信服就是这样的意思，是要有行动的。就好像昔日神拣选亚伯拉罕，又拣选摩西，又拣选大卫，其实都是有个任务给他们，给他们去完成。今天神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？神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？是一个使命。这个使命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。这节经文，这两节经文也在我上次讲到有讲到的，就是耶稣基督临离开门徒之前，临离开门徒升天之前，给门徒一个大使命。经文是这样讲，请听我读出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之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，是给他所拣选的儿女一个使命，就是使人作门徒，就是说传福音，带人信主，并且装备他们成为门徒，装备这些门徒成为日后也都可以继续去传福音，带人信主，继续去装备
其他的信徒。这个就是上次我讲到所讲的使命的延续。今天神是要你珍惜这个拣选，你不要好像摩西那样说我不行，我没有能力。其实在神面前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没有能力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卑微的人，就好像当神拣选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的时候，其实他们都有人性的软弱一面。我们看到他们都不是十全十美，他们甚至有犯罪的时候，圣经都清楚记低他们都有犯罪，但是神用他，神建立他们，他们成为历世历代信徒的典范。神今天就是愿意你去走出这一步，凭信心踏出这一步，你会发现神在你身上会有很多恩典，神会赐福给你更多。就好像摩西那样，神扩张了摩西的境界。以前的摩西和后来的摩西，你会发觉是完全不一样，他已经脱胎换骨，他已经生命得着改变，他不是以前的摩西。就好像我们所熟悉的使徒保罗一样，他未认识神之前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，但是后来他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，带领无数人的信主，他生命得着改变。在他生命将要走完的时候，摩西说，我们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，保罗这样讲法，或者听我读出。保罗说，我现在被挑电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，亦都赐给大家愿意爱慕神的说话的人。保罗说，神荣耀的冠冕，神荣耀的冠冕已经为他存留。在今次立法会选举，有一句口号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，有谁知道？在其实在电视上面你都会看见，或者在报章上面都会看见，其实今次立法会选举有一句口号，有谁有知道或者记得？就是说，为香港未来投票选代表。可能对我来讲，神可能会说，为教会未来你不用投票选代表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代表，我们都是神在地上所拣选的代表，代表神去延续这个大使命，是带领人去到神面前，让你认识神，是叫我们带着这个使命去传福音，领人归主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。神说，今天你不应该再推让，说我不得，因为神说他会赐能力，他会赐福给你，他会令你生命改变。神说，使命其实已经交托了给大家，只是大家愿不愿意去承接这个使命。只要你愿意的话，神会是保守你，就好像保罗所说，神会赐福给他，荣耀的冠冕同样为大家，为大家，为各位而存留。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。